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最爱玩祭司的恩妈啦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祭司啦，祭司小姐姐，好开心哦！祭司是这次推演即兴的第一名了，恩妈把所有的点数全部压在祭司身上了。好，我们先这一场里奥的回忆，我们先躲在这里休息。这场监管者是小丑哎，应该不会来找我吧？躲在这边。其实我对于里奥的回忆，到现在我还没有记熟全部的地图，还是有点不太熟。好，我们先说在这边，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的继续修机吧。看着可爱的小象象，然后恩妈这一场呢是跟恩爸一起玩，恩爸很久没有陪我玩第五人格了，哈哈哈。很平静的修机。这场的监管者有点没有存在感，有人被追吗？监管者不在吗？哎、欸，来了来了，好，我先跑一下，我们先绕到这边，看他会不会过来。要过来吗？好，他来了，那我们就先跑，可能会以为我躲在板子后面之类的，我们先绕过来，过来了。我们先绕进来工厂这，修两台了耶，所以这个监管者有点没有存在感，他已经修完两台机。我们先在这边看一下，恩妈这次换点另外一个技能了，翻窗翻板加速，所以我们就翻个板加速一下吧。有一个人在那边闲晃，糟糕，有一个人在那边闲晃，哎呀，挨了一下那。先进来吧，看他要不要进来。他踩板我就走。好，现在没有我的事了，离开了。他没有追我哎，追谁啊？要去哪了？人不见了。他跑去追恩爸。原来刚刚在下面闲晃的就是恩爸。好，我们有点迷路了，忘记我刚刚被追到，忘记我修哪一台。我刚刚好像是在修工厂旁边这台吗？是这台吗？我忘记了，我被追到，忘记我一开始修的是哪一台。好吧，不然我们就先在这里修一下好了，就是没有记熟地图的下场。我好像跑到我刚刚破译机的对角线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修这台好了，因为我们已经半血了，就暂时先窝在这里，没有我们的事情。糟糕，调香倒了，恩爸没被打，反而是调香倒了。刚刚被追的时候已经开了两台，所以应该第三台快开了，开了，所以第三台是祭司开的。好，我们先修这台好了。其实我想要回去找刚刚破的那一台，但是我有点迷路了。哇，专心破译啊，倒两个，糟糕，倒两个，这我要怎么办？我要去救人吗？我们这次没有点搏命，很不适合去救人。因为恩妈最近都玩双监管者，所以就没有点搏命，改成翻窗加速。我想说自己先不要短命，这样才可以救人。好，我们去救一下调香师，现在没有监管者守他。好，糟糕，闯回来了。怎么办呢？我想要在过半前救他，过半前救他。好，试试看。哎呀，没有偷到了，结果自己也送上了。糟糕，过半了。好了好了，就看他要绑我，别人来救他还是怎样？队友来了，小技师靠你了，我就倒在这边。被锤了一下，加油加油！怎么全队都在这里？我们在做什么？先跑！糟糕，香香再一次就飞了。因为香香要飞了，我们先躲在这里安全吗？好危险，好危险！这里挡得住我们三个人的身躯吗？觉得这里有点危险，就看监管者会不会往那边走。好，补好一个，再第二个。怎么办？监管者呢？没过来，
蹲在这里会被发现吗？你过来嘞！哎，他走掉了！哎呀哎呀哎呀，我好像不应该传过来，糟糕，被撞屁屁了。好，我们先他去追另外两个，我们先回来把这台机子修了。糟糕，这局一开始打得还不错呢，一开始很没有存在感的小丑。怎么办？先回来把这台机修了，然后我再去寻找我开局那台机。对，先修完这台，飞了一个，倒了一个。哦，我们这局好不利哦。好，好，好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我想看看，我一开局的时候也是在建筑物旁边。嗯，不是中间这台，不是人皇机。我刚刚在哪修？救到了吗？我想要去偷救看看，恩爸在跟他唠，救到吗？哎哎哎哎哎哎，我没有救到人，我果然是最后还是恩爸回来救。好了好了，恩爸搏命还没用掉，还可以救人。我刚刚在做什么？我以为我有救到人。好，我们先回去找刚刚的台机。嗯，依照这个方向呢，我是从哪来的呢？我想看看，哎，这里没有路，好，往前走。记得这里有一台机，哎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机子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就这台。我一开始是在这里修，对，我刚刚迷路了。希望两个半血一个倒地的情况下可以开启这台。我看看，哎，对，就这台，修了三分之二。加油啊，恩爸！加油，加油！我们已经快修好了，快修好了！哎，爬起来了，机师爬起来！加油，加油！我会努力点完美的。好，好，快修好了，再忍耐一下，再忍耐一下，快开了，快开了！好了，剩一小段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恩爸一直说你到底开机了没？好了。一个完美，哎，没按到，哎，压好了，压好了，那我开大门喽。有人被追吗？没有，好，我开大门了。好，我们就先跑这个门，反正就是先跟队友跑不同的门好了，看看。不知道现在谁被追，恩爸被追，大门开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恩爸溜了120秒啦。我们就在这边看一下，哎呀呀，倒了，倒了，好，打个通道看能不能救一下队友。哎，我看到队友来了，跑过去了，嗨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好吧，好吧，我们在这。恩爸说他的椅子正前方就是地窖。我们不知道撑不撑得到监管者红眼结束，是门已经开了啦，撑得到监管者吗？哎，怎么办？别救我！好啦，小丑来了！好啦好啦，我们就放生恩爸吧，放生恩爸，嘿，再来玩第二回合。这一场是双监管者啦，月亮河怎么能不玩祭司呢？哎，这么快，这么快开局就遇鬼。你过来我就走，过来我就走啦，还打我的通道呢。好，我们在这边修一下，除非他又绕过来，先躲在这。哦，两个监管者都出在那里耶。躲在那边修，我这套衣服好可爱哦，头上都是花花，好多花花。我觉得，哎，我想帮你补血，哎，原来是你被追，好吧，好吧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本来想帮你补血，我没有注意到你被追，哎，那我现在干嘛？故作镇定，继续修机。好，没有我的事，没我的事就是修机，没事修机。
我觉得我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修，但是又好像远远就看得到大家的动向，所以我觉得这里其实很安全，而且旁边又有板区。好，小白在二楼。我觉得我队友蛮会溜的，溜到现在还没有人上瘾，还不错，是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很悠闲，很悠闲。我的四周围都没人，大家都在做什么呢？大家都一人修一台机吗？这场是蜘蛛哎，我刚刚以为是小丑，就是蜘蛛。好悠闲。开了一台机。所以其他人在做什么？我都默默的要修完一台机了，修两台了，不错不错。默默的自己要开完一台了，好了，开三台机了，这局还不错。可以为我队友做点什么吗？好，算了，我还是去别地方好了。一个冒险家倒地了，叫我们专心破译。好的，专心破译。前面有一个仙子，好，先专心破译。而妈不管玩什么角色，一定是先买灵神剂，反正这就是一个破译的游戏嘛。我常看到很多队友不破译在那边翻箱子，对吧？不要翻箱子，努力赚钱再去买工具就好了。有时候翻箱子翻了半天，然后捡了一个册子，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，先修。你没有来找我，我就不帮你补血。这是一个努力修机的游戏啊！好，我们就窝在这边，开心的跟仙子修机。好，去救地下室的技师。救到吗？我想去救他。一个仙子在旁边，监管者在二楼。监管者在二楼。好，我们下去救人吧。我想要打一个通道，祭司来了，从哪里冒出来的？找不到通道，他下去了，糟糕，我的通道还没打好，我们下来刚好跟他开了一枪，我们果然是来装莽的，好，没关系，他们现在有薄命也不能治疗，所以我们就打个小门吧。打个传送门，前锋很有爱耶，这个队友过来帮忙撞一下监管者。好，你在这里治疗一下吧。我们是有爱的队友，不放弃任何一个人。剩三台机了耶，剩三台。刚刚跟我一起破译的仙子被抓了吗？我看有人喷好快，我去救他，去救仙子。糟糕，蜘蛛哎。要绕一下，先不要急着救，蜘蛛网有点多。队友好棒哦，帮他开了一枪。最喜欢这种好队友，会帮忙开枪、帮忙救。我最害怕就是有一次我在玩，然后我的队友就在我面前破译，大概隔了一小段距离，就在我面前破译，然后。一个上瘾，一个倒地，他就是不救，他就在那边破他的瘾。我心想说：“你都不救我们，那要我们怎么办？”嘿嘿嘿，好，谢谢啦。我们现在剩三台机，我们的破译进度有点慢了。虽然还没有人飞走，可是有点危险。先买个枪，好，买个枪自保。我们现在赶快找地方修机。还有三台耶，有点久。监管者在这，那我来哪修呢？有人在擦椅子，好，擦椅子，那我们在这里修好了。前锋在做什么？补血吗？正在这边修，要不时的提醒队友，剩两台机了，全新的，赶快修吧。快修，前锋来了，帮你补血。好，我变医疗大师了。继续，一个上瘾，我现在没空救了，我们剩最后两台机了。
我现在目测呢，两个在打电话，对，两个在打电话，一个在打通道，两个在互相摸，不时的观察我的队友在做什么。我常常只要有人上移，然后我就会看其他队友在做什么，然后就点一下人头，有一个在翻箱子，有一个在打电话，有两个在互摸。你可以喝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我今天装的，好好冒险家。冒险家，有人应该会去救你吧？我已经不打算去救任何一个人了。我现在的任务呢，就是离监管者很远，我要努力的修好这台机。先知，不要在电话亭前面发呆了，赶快过来破译。他怎么站在那边？啊，好，是电脑的吗？不是，他动了，他动了。我们可以。远远的看到每个人在做什么事情。好，开了，我要去大门前 stand by 了。我们先，开门了，开门了，非常好。应该有人会去救调香师吧？好，好。我打一个通道，免得突然间监管者顺过来。好，我还有一把枪呢，还没用掉。好。到现在我们全队还没有人上椅耶，好开心哦，耶，还拿到了撬棍。仙子在后面玩，你应该来帮我开门呐、啊，然后我来打无线通道，你应该靠我靠近一点，转圈圈。好了，我快开了，你打个无线通道吧。来咯，召唤队友，亲爱的快过来吧。哦，监管者传过来了，来嘞，好可怕，还被开了一枪。有人来吗？有，带了一个回来。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又开了你一枪。真的是，好啦好啦，耶、yeah ！五个出去啦，剩三个人，剩三个，轻松轻松啊！两个在这，还少一个。好，仙子也来。耶、yeah, 好开心哦，第一次双监管者一起发讨，哎，太开心了，监管者直接投降。我们每周四每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半都会在恩妈实况这边做第五人格直播，再欢迎大家来找恩妈聊天哦，大家拜拜。